光荣的，今天是开服第十二天了。我们现在就玩的是极速一区，我们天使二五零呢，可能就要暂时先拜拜了。今天出了一个新的活动，又是大活动，而且这次是周五出的。我们看一看，这次应该充值还会有这个内院，我们先充30试一下水就知道了。好，有代金券的，那就是的。先把大奖选了，先从相同分选。这次有什么好的活动，和大家说一下。无钢铁药。这次我们要抽，还是这号要多花一些钻石的。其实第一次要花很多很多，第一次其实比较难受。但是到了以后，其实我觉得雪茄你可以不选，雪茄你稍微雪茄就是最需要的东西啊。OK， 好。到了以后的话，我们一区像一区就不怎么需要花了。你是一年以后你也是雪茄？这号一年以后还需要雪茄？好，先把这边修正卡买了。其实前面这个卡也很需要，这肯定得要的。不过现在我们都不需要推什么炼魂塔之类的，都不需要了。来，周末特惠。哇，可以回肾呢？回肾搞一个，而且必须得买你包辣你味的买，不然那个你搞回肾的话可以搞一个三阶的是吧？哪里搞了三阶啊？你告诉我看，就一个黑的，再加一个两个黑的，两个黑的怎么合？回肾必须是红的才行吗？红二？对啊，红三，红三才行，才有三阶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抱歉，我忘记了。来抽奖吧，我们这边还可以领个回肾是吧？好，刚好三个只能合个合的，对，而且你还不能炸，要炸出三星的才能出这个三阶。成龙不幸成为这个天使极速服第一个有三阶的，那人家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哦，这样子吗？拉满一个活动，这里面的话，大奖最上面这个大奖，8100钻一个，这是保底的。当然你运气好不保底，那不用花那么多。哇，蓝银一下就满了。你运气好过一次吗？那刚刚不是有个60出了吗？大洋。哦，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这样抽的话，你运气抽不满啊。你干嘛非要抽满呢？总会满的。衣服有啥用？为啥不满呢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那你跟我打不了。哎，没关系。我们虐战他们。其实这里面我教大家，就说收雪茄还是比较划算的。如果十一个雪茄的话，以前没啥钱，打个 boss 爆个蓝银，兴奋的要死。是啊，我们这个童年回不过去了。好，现在抽完。兴奋，三个。换一个大小。两个创生神龙，蛇灵珠这个要搞，这个号是要搞的，但是20区的话我不需要。混沌鸟之印，应该三个，又没有了。你换不完？哦，其实差不多，可以42积分再兑换一次就够了。那不是直接拿个大奖？你大奖还差好多啊！你大奖不是满了吗？其他大奖换其他的呀。你拿着这个再换，这个不需要，最后会满的。碎片你现在差不多。一点钱吗？没关系，小事儿。这号我们省点，没关系啊，挺好的。来吧，大家使用一下刚刚获得材料。第一个，先雪茄现场，大奖一个。好，终于咱们这个号的第一个大奖吗？这是。活动的话第一个，大家说第一个大奖不是。好。来觉醒，这个用不了，放仓库。现在我们也雪茄没有出完，等等吧。随便吃吧，一个一个吃满吧。因为它刚好这个活动出来和。每周末的内院和重叠在一起了。大家优先选第一个大奖，再选第二个大奖。你们平民的话，雪茄没上的可以先不吃。炎神，激活。给焰激活一下。来，李玉，主一个白瓶是吧？两个的话，一人激活一个。我建议大家去找一下这个机理的客服，让他感受一下大家的痛苦。每个人都找他一下。73，他就好受的不得了啊！跟你说，19也进不去，都是一样的。OK， 你上去好，你看。这人刚说不是哥们，你别这玩什么嗨，给我们都上不去有游戏。然后他说 OK， 我感觉我上去了，这挺有意思的。慢慢来，别着急。大奖，稳定正好输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这期第一个给这种大奖，造成60%伤害值，这就是输出的喽。造成伤害值那肯定是输出啊，只要给输出就好了。法刀可以配锤子吗？不行，它是龙神专属的。第二个大奖，在开始后对自身潜力就是加伤害的也是提升自己50%伤害。其实还有一个控制效果，让对方无法获得这个增益。大奖老区可以有两套吗？这个大奖吗？应该没有两套的呀，你们老区的还不让你拉。这个又是金色的，这个以前出过的。这个全部激活满了，它都是这样子，有两个，一套攻击，一套防御。好，大家，我们看这个修车图能不能弄到满？今天我们得打一次学院杀戮，先把战力全部升完，升完以后我们再去打一下学院杀戮。虚到极致就是10。OK， 这里需要总共需要50万亿，48、49，这已经超了。对，如果明天是周一，我明天把这一领，
哇，这里直接我感觉会把这填满了会。哦，感觉差不多哎。哦，这能合两个诸王血，第一个合一个20血，然后再合一个就是60/60/50吧。哦，好，差怎么才64也可以的。好吧，咱们先把这个升一下，看能升几星，升到紫三星，差一个，差两个，差三，升两个，升两个。好，反正就差一点点，两个，三个，再吃4个，好，还是10个，好，最后吃一个，还差两个，还差两个，刚好差了两个。就在活跃里面。哎呀，这个东西今天拿不了，学院打完只给最多给到70、70、100、900、980，还差80，要明天才拿到的呀。这次的坐骑可以拿吗？168的坐骑，感觉要花个……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吧。50几块吧。PVP 减伤25%，就平均每个减伤有25%的减伤，这还是很好的。幸运减伤也还打架很用的，看每次受到伤害时，自身受到制服，提升自己的伤害减免。哇，我们那个20区的话，感觉也要买。这其实挺好的，大家打架都很好。你昨天炸一下吗？两个。小宋不在，我觉得炸就没有意思。等等他。等他，他不来，他自己也不玩。我说明天。明天也不来，明天也不。明天8点。明天不补最后啊？你可以让炸一下。我们上一个月就好久不来。结啊。不是。魂师是吧？三个。第一个。魂师。这该成了。没了。魂师魂尊都没有了。没了。好，炸了4个。好，出去看一下，炸了多少了。好，小龙不是来凑的，他只是想伸伸点战力，看出来了。哦，还差了2万-2.8万到3.8万之间，这个实在不行还可以再拆了，所以挺好的。哦，还差了15000到25000之间，就升一，再升一，升一个2个到5就可以了。好，各位，今天1314可以了，你要不再凑一个520？不错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了。